好，加油回伦敦，是吧？这回伦敦，去这个油站买一点吃的喝的，就方便。等下在车上也可以吃可以喝，就不要，因为是一个八个小时的路程。最简单的就是，系咪三个？要攞三个，跟住攞三个呢啲walk 嘅车，呢啲三个，一个，两个，三个，跟住攞三杯水。呢度你中意咩水？攞个大水，你要白水啊？系啊。哦，呢个三杯可以攞啊。系咯，任拣啊。啊，即系会有 energy 嘅精神嘅增长，系啊。啊。今天我们在回伦敦的路上选择了小路，经过了苏格兰的小村庄田野。苏格兰的景色确实是很优美，要不是回伦敦的路途遥远，需要八个小时，我们必然会停下来徒步欣赏美景，或用无人机拍拍美丽的景色。本来是一直要赶路的，可没想到半途又转变了决定，为避免长途跋涉而太过累，所以决定了在半途中去多看两个地方，把旅程缩短四个小时。第一个在途中的就是英国很热门的休闲旅游胜地 Ambleside Windermere， 顺便去吃一个我来英国向往已久的 fish and chips， 尤其是那个用 vinegar 淋上去的 chips， 一想到那热乎乎加上醋的味道就流口水了。凳子全部放在上面，就是没有开。车就停在这边，反正就是。它没有开哟。这个关的门是吗？哦，现在我们太迟了。那就是说，想念了很久，想念了很久的 fish and chips， 今天就来试一下。OK， 这边拿走，这里有厕所，这个方向。哇，现在我们对 fish and chips 关门了，所以。toilet 在下面呢，有吗？那这个牌看到吗？这是 toilet 啊，终于在英国上厕所要给钱了，就是50p 的，可以用 credit card， 就很方便一下。啊，给你们看一看这里的建筑物，为什么很特别很不一样？它的建筑物就是全部用那个小小块的石头。砌起来的，而且他们那个墙壁也是，就那种小小块的石头，扁扁的，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区的特色 ，Lake District。啊，这里应该是游客常来的地方吧？有那个很漂亮的湖，还有那些人可以。拥有一些游艇，可以在这里湖航。好，现在就看一下去哪一间吃。刚才那间外卖档 fish and chips 做到6点就不做了，就收档了。我们也是来迟了一点点。What do we have? A burgers, hot dogs, just fish and chips. Fish and chips. 鸡仔鱼。Three fish and chips, please.
Okay, three of those, please. Sorry. 刚才订餐时出现了一点小误会，以为是八英镑的 fish and chips， 没有想到它原来是小孩子餐来的，应该是十八英镑才对。一般来说吃 fish and chips 都是在这种打包档吃的，这是我第一次在餐馆里吃 fish and chips，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Smile.
feel the warmth forevermore. Nature's chorus sings to us. We listen without rush. Tranquil lakes and mountain high in amber side. We touch the sky. With brimming pride.